土豆学名马铃薯，在法国被称为地下苹果，原产安第斯山区和智利沿海山地，当地印第安人将其作为主要食物，后由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将其传至全球。1536年，由西班牙水手引种到欧洲。1565年，被引进到英国爱尔兰。1785年，被药剂师法尔蒙契引入法国。土豆在很长时间都作为奇花异草观赏，甚至因为法国王后将其花朵戴在头上做装饰，而使得当时的法国将其作为时髦高贵的象征。因为土豆产量高，营养丰富，又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，现已遍布世界各地。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甚至在冬季或凉爽季节也可栽培并获得较高产量。